上期我们说了一些关于野人的题外话，我想很多观众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西藏野人那都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其实不然，在喜马拉雅山向阳的那坡面上，到处都是浓雾笼罩的茂密森林，而住在这些森林里的藏民也说，他们看到过野人。我的爸随便去，就是有点大风机说你听不见的呀，看有吧，大概他也发呆了，今天过了发呆人到那去，哦，爸这个嘛，今天让大风机都看到听不见的。那是过了其他地方的，我操，那会不会看错了是人呢？你跟讲啊，别人在干嘛？要听不到你人家不干，有时候一个快车过边，他那么一个一个在农民弄个有人。我弟弟不拉住他的。你还知道像你们这个村子还有别人见过吗？有人吗？哦，今天呢？八字算命术，雅称八字命理，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擅长八字算命，居家风水布局，灵符法师。道长微信：2088-2988。人家给过去，我们家的。你的记不懂，我记不得呢，你这有的。我那都有了三年，今天有了吧？我今天到的呀。可这当地呢，老虎比我那都大几个的话，老虎大点几个的，今天接触嘛的，我那的抱几个接触嘛的，我那都出没时间的十几个的吧，都十个今天毛牛姐姐几个的接触嘛的，我那都出门的地下的呢，吃不起来的，不能把腿在这个嘛的，啥嘛都不得吧？我那都地下。农夫的看着农夫，你看着人家钱不得，人家嘛都是赚的。人家卖肉的，那是农夫在这块了，你当没种，没种，他干的工业了，搞工，不下手干的话，干工业没有了，干这个业了，这块没家的大东西，这工业没有了。他当那这个就安南山嘛，他那是新鲜变了的，啊，他这他管起没得，老百姓了，这个新鲜了吧？听过，听过，啊，听过嘛，人家管用。你学一下。他们现在在那个肯定是用的电脑弄的。他搞电脑的话，那就不晓得，先不修理下来，弄不过我们就白花的下来。嗯，给了。哦，那没法，没什么了，那就那个，咱们找出来。野人能拿石头打人，这句话吸引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为什么呢？马克思有句话你一定听过，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咱们人类就是从石头开始。使用工具的，一步一步进化到今天的文明程度。而百木村的村民都说，他们看到的野人就是拿着石头当武器的。现在这些人那么严格，很多全当这个扔在那些人，然后那个叫那里全都在这个很艰难，这个热那里，这个下去那根本不下去那里。我到这边去呢，我就下一冲冲的么样，拖下来生个生个，那么拖了那么生一下，这腿都拖在那那脚跟，脚跟这个怎么的脚跟上的，但是就是这是困难的。他做那么努力，他要做那么努力才得钱的，钱都是那个，土就固定那个得嘞，哦，全是那个东西，然后拿在手上的。在当地的一座寺庙里边，调查人员还看到了一块据说是野人用过的石头。他做鞋型的，长得比那个钱都严实。每个县都来沈阳，看这个，那么看这个父母亲的手。对每个县都在看的是呢，那的我那的人流拿了呀，那么他的那个每个县都得要来，肯定给我不要来。这就是怎么，他的那个也羡慕过去，这就是他的每个县都得没人家是，他人流等到七十个那么多个，那么明显的在那那每个县都没人是，我这边输了。对，那陆军应该不能说他每个县都一马当冲的，那这里定什么性质去了？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人类。从猿到人过渡过程当中的一个救世石，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意义很大。除了这块石头，寺里还有一件东西也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什么呢？这是一段直径有10多厘米粗的骨头，因为年代久远，这骨头的颜色都已经发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内部看一下，内部的演员啊，内部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但我的工作楼梯也能够在这里面在这个工作的厂里有厂里有的在那里面在这个厂里有的到发油的时候的厂子的很长的真的不真的发油嘛我的厂的经验里呢整个阳光跟工作的靠近这时间呢就靠近